咱要求交通部马上爱废除两个收费站，我已经给恁骗一届啊！若是讲第二届你搁答应，若无法当兑现，我马上要求部长落台。当时我想，哎呀，反正是选举啦，说什么都行啦。咱要求交通部马上爱废除两个收费站，我已经给恁骗一届啊！咱要求交通部马上爱废除两个收费站，我已经给恁骗一届啊！以前叫怎么做法我不清楚，但是我们的一个看法是说，当时这个并不是马英九的政见。当时我想，哎呀，反正是选举了，说什么都行了。